这边换布拉要来单打 Howard， 啊下手了。哦，台版的这个小跑车布毛维加想撞两个，裁判没有享受啊，对Howard非常的不满意。对，裁判这边两边都有一些过当的肢体动作，要赶快制止啊。霍华德 dislike， 哇，刚刚其实在两个人夹缝中要求生存，但是裁判也认为这样的一个防守尺度是没有哨音的出现。因为拉拉连线已经连线了，如果还没连线可能还可以打得了，那刚才那个球是已经连线了，没办法。好，这边64-58，场边喊出暂停，还有4:06钟的时间。我们从来豪尔在下半场，尤其第三节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他马上就已经进入到整个进攻的节奏，带领了球队把分数追到最少只剩下两分差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左右为难啊，左右为难，难上加难。对，这也让Howard非常的不满意、啊。这个球有犯规，这个球有犯规。这个球他的，你说前面有犯规吗？对，前面第一拍其实就有一个碰撞，第二拍是布拉的手下压，让霍华德的左手整个被扯下来哦。对，然后我才会这么生气啊！对对对，这边贾凡就恨说裁判丑一啊，丑一，这个联盟会检讨啊 ，T1 联盟他们在整个赛后都会针对一些争议球。地分，这边换布拉要来单打 Howard， 啊下手了，哦感觉这边有一点情绪性的一个犯规哦，就是要去呛，要去把这个气势给打出来，带动整场球迷的一个气氛。对，他这个球其实就是宣誓，因为刚才他前面那个球被对方下手，他摆明的这个球也是一样哦，就是把对方在出手中的毁掉、哦。没有罚球。今天个人第三次的犯规，防守，哦，魔兽生气了啊！不要让魔兽生气。哇，这单手！但是在这个生气之前，马尔他巨兽已经肆虐了云豹的篮下了、布拉放贡丸了，这个巨兽德古拉放鱼丸了，两个晋级的巨人。